大家好，我是 Kenny， 我是 BC 中王团的扰手。今次这个音乐会里面我会演奏兰花花叙事曲二胡协奏曲。这首曲目呢，它原本是由这个陕西的民歌兰花花的主旋律而编制而成的一首大乐队和二胡独奏协奏曲。希望大家会喜欢。 Thank you。